开始，好，开始，我的，你的就是伞啊。游泳过去，游泳过去。我想要瘦，算了，没事。
ーイ。我做得很好，我这次的问题是眼镜要起雾了，太暖。因为我是眼镜，因为都是冷风，好冷哦。我现在是希望多灌点冷风进来。太冷了。啊，有了，我忘记一件事，下巴这一块拿掉。好冷哦。好了，应该好了吧。十二点了，所以只要再滑四次，这样就少了一次呢。没差了，我走的好酷哦！怎么办？纸巾要不要？不用，用手指撸。拿个棒棒的。你有说说为什么可以开到1800这种车？什么东西1800？股票啊。因为能源费上涨。那如果有说说我们的票去是可以买到多少？哦，我没有背。大概，你刚刚说要进去。完全没概念了。不是没背嘛？你要说你没查？不是，那个 PDF 上有北海道计票联盟哦。PDF 上有，但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要去，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到。那二四股是多少？4000，也是4000，就有点像是三分之二这种感觉，跟十日券的跟富良野差不多。通常就找鸟票，这次的话富良野不算。不算押金是6000嘛，嗯，然后找两票，押金好像6600，啊，所以是未税有含税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6600，印象。6600，是这？我记得的是6000变4000啊，那6600，然后那个找鸟票4500，嗯，然后计票联盟4000。嗯，我应该把我的雪镜状况解除了。是啊。对啊，它现在变成内侧水滴，但是就没有再起雾了。我会擦干就会好。没有，你擦干的话，你那个水蒸气入口还在的话，还是会继续累积。一定要找到源头，把它排除掉。滑几天？我忘记了，比较久吧，5-6天吧。啊，真的、哦？还是只有4天硬凑？我不知道啊。
有点忘记，有那么多天吗？我在想，还是只有三四天？八号、九号在沙皇，然后十号开车吗？十号开车？我印象中是什么首道一天，体肉楼一天，二四谷四天吗？然后知鲁湖一天，然后接着就新野。往前了、啊，对，右。你这样口罩不会掉下来吗？自己觉得耳朵好像折了，折耳揪。好像好了。你竟然有办法把它弄好，怎么回事？看来两班的人都不见了，他们去吃合宿餐了吧？哦，好好哦，可以吃不一样。没有什么好好，就是给你两倍的饭而已。有啊，餐点不一样啊，他可以点石斑鱼啊、猪臀啊，就很不是炸的、啊。我也可以炸鸡排，就是炸鸡排。嗯，我那天说这是那个人餐点，他就说对啊。里面最雾了，很雾。他以后我在看他，他就挥手，什么东西？对，就跟他挥手，只好挥手了。是小朋友吗？大，像大人。我只是在研究说他们是不是穿制服的那队人，看不出来。不过那一排都是一样的 ski 的话，我觉得是那些上课的人吧。飘飘雪呢，就这样子掉光了。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不专心啊你。一堆人咻咻的走了，走了，他们就走左边去了。我都会在这里休息一次啊。
手。我的左脚被打了一下，没坐下去，没顶到，有点难度，受不了，太难了。啊，我好像没有，要把这条带子拉紧，忘记做了。高一点，好的，昨天都被雨打光了吧？看来雪姑只有耶诞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了。都没有雪，够冷了。够冷、够松、够累积。还好，你的前面有一点白白，是啊，一点很小，跟细沙一样。对，你有摸到？我什么都没感觉，感觉它很干。我的脚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脚底不平，我还是有点滑乱七八糟。会怕。我应该说，我还是地很平的时候才会滑得好，地不平还是不太行。好不好？喊到你破。对啊，地很不平。早上很平。这也没什么方法把它弄不平啊。没有啊，很多人滑就不平啊。会啊，但是那种绿线还是有人有办法变卡饼，在上面冲很快之后开始在那边切底，切切切。是那个人敲脚的声音哦。是啊。靠靠靠靠！他那里还扮什么网路？他已经弄了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会用他原本电信公司有直接日元漫游，不知道这样有便宜。现在都不流行买网路卡。五日漫游其实用台币看好像还蛮便宜的，用台币看。就是他会好像吗？他六日。一天60块这种，然后就来个台币300块这样。有那么便宜的吗？有啊，台湾大哥大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。他是中华啊？中华电信。嗯。台湾的。中国电信公司，他原本应该台湾大哥大，但都不。是以前也是台湾那么大，后来变中华了。现在雪的速度是快的雪。什么叫快的？落地很快，没有很飘。你说直直落线？对啊，上午的话是那种大有大片的飘的很轻的那种。看我们今天车子，你觉得会多少？但今天时间比较早。什么车子？我们
今天车子不知道会埋多少钱。哦，大概只有五公分吧，五公分吧。为什么同安我都不下雪啊？因为它离海远一点，它只是冷。但是其实照这样看，富良也在这，同安我在这呢。但是水汽都从西北方来啊，所以还是要北一点比较好。就是日本海的水汽，就一路降到富良也差不多没了。就是水汽在这边都用光了，除非水汽很多才会带到富良野那边，带到同安湖那边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下。这边也挺多的。对啊，这里确实也挺多的，比，但是最厉害还是彰化，彰化跟基隆楼。那二四谷其实厉害，还远一点点。二四谷是真有闻人家说什么下雪下雨，昨天应该是到处都下雨，然后这边是好一点，这边是上面下雪，下面有点湿。我们测的时候有点湿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好像那边下雨。因为是它，因为还是雪，只是它是瞬间融化的。因为空气高于零度啊，雪顶不住，碰到地上就融了。这样，没了，好粉。走。鞋子上就很亮了。鞋子不倒。你的盒子回去，赶快！你说要卖，拿去卖。他也看，我也看。什么意思？三里面五个脸对着我，我也对着他们。这次没有挥手，这次没有。只是有五个人头就这样子，就有些脸都凑起来，这样很好笑。看你啊，是在看你。应该是吧。那你下次跟我挥手。看是同样的，应该是那些学生吧，应该是。可爱。年轻。Safety bar上。年轻才会做城市。地下。雪多，吓死！我继续滑了。
现在20分，我们好像快到10分钟一次。嗯？就要坐一点的缆车，剩两次。人间很凉。受不了。就是在这直冲就一直在风吹，受不了。哎，松啊松啊，变得好松啊。还是那一吗？不要。我都没有天天记录，不要拿出来拍一段。记录什么？就每一天的血况啊之类的。今日很有，现在很雾，上午还好，上午小雪，下午中雪，晚上大雪。话说回来，昨天洗完澡就没有贴大腿了。我有贴脚，我为了让它比较不痛，我贴。嗯。你有需要吗？也没有。大腿超酸，正面。不知道什么是正面，不是侧面。正面酸。嗯。很好啊，那就是你用你蹲着的。没有没有啊。你是在直冲这样子西正吗？有，那样很酸。这样不对吗？蹲太低了，是吗？没有，蹲低会安心，这样 OK 啊，会累而已。很酸啊，也不能。好痛，也有正啊。稍微歪到你的左边一点。啊，你没跟我讲。其实。才歪了0.8公分。嗯，我好像成功的让我眼镜，我不是说内侧变成水滴了吗？它现在已经结成冰了。成功让它降温了。有没有很冷啊？你的脸我都看起来冷，你在露一个洞。眼睛的部分还好。脸啊，脸的部分也还好，只有鼻子在流鼻涕，然后对，但是我呼出来的气一直都让我那个有长胡子的部分暖暖的。鼻子的部分，就是嘴的周围那一圈。因为今天没有很强的横风，所以没有很冷。我只要一吐气就暖一次。我们二，我跟杰是三。
三十跟一月一号都要看演唱会，所以本来以为然后一二号要跟他一但有机会出去吃，应该是三号。你说，欸，我们已经按的就是三号啊？不是按不到啊，它都是一月四号以后才有啊。我们按的是什么？我按的是一月十七号。哦，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的哦。不然就找那种没有预约的啦。对啊，然后能用券的。我记得那个。你找一家一月三号晚上，能早点去吃饭，或你早点去啊。欸，一二三。三号是年始年末吗？算啊，你不想出门是吧？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还是你要在家里烧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是，我想那时候就是假日啊。三十跟一月一号我们要看演唱会，所以就三十一就是吃寿喜烧，又是吃寿喜烧。嗯，我们已经吃过了吗？上次来吃的是寿喜烧，然后买了两种肉。上次吃的是寿喜烧，是是是，寿喜烧我觉得最方便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吃猪肉也吃了，寿喜烧也吃了。哦，对，猪肉也吃了。因为我记想成，就是我们家的传统，你不觉得就是要准备回台湾啊，我们是过年的时候都是吃寿喜烧。这什么时候变成传统了？都是哎，我们都是哎。是是是，现在就吃点好肉，想成传统。嗯，我们家过年就是吃寿喜烧。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然后三十号就在家看电视啊，看红白啊，我就在家看红白，然后就等着看贾尼斯 countdown， 然后看我有没有机会去现场。十六号会发表，看有没有机会去现场看小帅。十二月十六号。嗯。那我觉得这种大球好都好难抽哦。有人吗？没有人，全部出来了吧？对，全都出来了。那个五个脸盯着看的那一班已经出来了。对。不是雨势好大。啊？雨好大。太阳很大。超粉。次は降り場です。セーフティーバーを上げ、降り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。你的手会很冷吧？我用手套冷啊。你有办法吗？就是拿着，开始录我就手就收回手套。你哪里要？我在想要在哪个播。啊、好像没有合适的播哎、欸。这个播就好了。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位置。你去到，你去到那一条线前面，你要挑左边或右边都可以。啊？下面那个坡。下坡之前，等一下，我看。三四第四根柱子那里吗？等一下，现在有一个滑雪板的在那，好，就那个位置。第一个旗子，第二个旗子，第三个旗子，第四，哎、欸，对，第四个旗子，那里可以。
觉得好像有照我的方法滑，但是我要看，我回去要看，我自以为这样子已经比较好的，到底跟厉害的人的 pose 差多少。你手还可以吗？很不行的哈，你没有收起来。哇！对啊。怎么会雪都飘了进去？我不知道，那只是冷风。只是冷风吗？哇，你的雪镜是浮在脸上吗？哎，通风效果太好。好重！打了我一下。我右手。打了我的小腿啊！是哦，我还以为我有做好。嗯，啊，打了我一下。还要再外露吗？好啊，还是不用了。换你呢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其实我只要看那个样子。好好好，嗯，我录一下。怎样怎样？我录一下血矿啊。哦。12月14日。黄下雪的一天，快要收工了耶！有多大的？现在已经变成要滑松雪的感觉了。好，你刚才讲什么？啊，我要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没有吧？札幌那边的预报是暴风雪，它的狂风没有一个山把它挡，所以雪很大，风也大，搞不好那里还要出灾情什么的。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真的要担心哦，要去买成人纸尿布。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会心理上尿不下去。哦，你知道，心理上。下车尿方便啊？不好意思吧，后面还是都在。男生可以，
应该不会那一瞬间就动起来吧？不要啊，你男生我是给你一个瓶子就可以了。你会是心理上觉得尿不下去？应该是可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或是很急就没办法，但是担心的是那个能够承受多少尿尿？我尿过头怎么办？一个保特瓶有一公升的、欸。我在想的是尿布啊。对不对？尿布一次。它的吸水力可能不大很强，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到多少。而且你问我说我一次尿多少克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说我会有这种风险吗？我们开现在这些路段应该还好吧？应该是还好，而且就是之前那种新闻报，然后那个救难队要发东西给你啊。对，就是要卡在车上那种，所以我才觉得油一定要够，因为至少你可以开暖气。哦，不然你自己真的是被困死，然后你又没油，你死定了，你真的要冷死。